我是今天的助教教练刘教练。由于这个玉里穿梭啊，它的这个步法招式结构比较复杂，所以说这节课我们还来讲玉里穿梭。下面一个呢，就是打我们的这个左后斜角，这个变化就容易一些。这时候呢，双手轻轻的，捋下来，你别捋到这儿来了，就轻轻的捋一点，然后把我们的前脚呢，内扣，前脚，也就是那右脚，十转内扣，扣到我们的正左斜前方。好，大家再看一下，打成一扣，扣到左斜前方以后，然后两手呢，继续抱，抱的时候啊，把我们的这个左脚呢，收过来，抱到这儿。抱到这样以后呢，擦脚的时候把这个脚迈出去，然后呢，跟刚才的动作差不多，走这儿什么呢？翻，手的动作是一样。好，然后向我们的左后方打出去，打到这里以后呢，这个动作然后就跟后面的一个动作是挺像的啊。这个时候呢，把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在前的是哪个脚？是左脚对不对？把左脚，是吧？翻转内扣，两手捋下来，两手轻轻的捋下来，捋下来后呢，然后两手再旋转合抱，好，然后打到这个脚。这时候我们看到看，如果我们的脚一次性扣到位了，就这么打；如果一次性没有扣到位，你看，轻轻的把这个握过来，这个动作就完成了。整个这个玉里穿梭的动作，它打的是这个凹骨冲撞架的。什么是凹骨呢？我们以这个闪铜背为例来说吧，闪铜背打的是顺步。什么是顺步？你看，像左腿在前，左掌就在前，而我们这个呢，它打的是凹骨，就是说是左脚在前，右掌在前。右掌在前的话，那就是说，左掌在前的话，就是右腿在前。这个呢，叫做凹骨。我们看玉里穿梭啊，它是属于一个凹骨的。就是说凹步的冲掌架打，我这个手是架，这个手是打。大家如果仔细去研究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它和这个形意拳的这个凹步炮锤很像。那形意拳我们站后对不对？往下坐对不对？炮拳对不对？炮拳，我们站后面，炮拳。当然了，这些炮拳呢，它都是打凹步炮拳。那形意拳里面，你想打这个鹞子入林啊，它也有打顺步炮锤的，对不对？我们这里呢就说凹步炮锤。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啊，你看这个玉里穿梭，你看它和这个凹步炮锤啊很像，其实两者也是差不多，但是呢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啊。首先我们从步法上看，形意拳打的呢基本上都是加减步，哇，这个看。加减步的话，力量始终在后脚，我打这里也是呢，加减步里的，他打的始终是加减步，有点高反了，氧气还是不够啊。而这个玉里穿梭打的是什么呢？看，玉里穿梭打的基本上是弓蹬步，你看，第二个对不对？来看一下，它基本上是弓蹬步，它是以弓蹬步为主。弓蹬步的话，打的时候啊，它的撑劲居多，而如果你是打这个炮拳嘛，它是靠后脚的这个。放在后脚呢，它是靠那个穿劲儿，这个呢是两者有点区别的。最后呢，再让我们整体来看一下这个玉里穿梭的手法吧。看，因为这个动作比较复杂，尤其是涉及打到四个角，我们看他手是怎么运作的啊。大家找这个规律给大家看啊。我们单边完成后，我们下面说，我们都来看什么呢？双手往下一放，对不对？合，就是动的这个腿啊。移动的这个腿的这边手啊，它是往下合的，往下合，好，然后翻掌，打出去以后啊，打出去的手往下收，那这时候是这个脚动了，它就往下收，对不对？收了以后看，这个掌上，打这边，然后看打出去的手再往下收，打这边，打出去的手再往下收，再往下收，好，然后打这边，大家看是不是这样的啊？我要把这个动作粗略的再做一下啊，收到这里以后，对不对？跟着这个脚的手往下收，对不对？打出去，然后打出去了这个手，打出去的稍微捋一下，往下收，再打出去，打出去再稍微带一下，这个手往下收，翻，
啊，然后再扣后脚中杆，这个手右手杆再往下收。哎，大家感到这个两个手的规律了吗？就是第一个是左手往下收，左手往下收，然后右上打锤，然后右手往下收再打锤，接着往左手往下收，哎，就是这么一个规律。手的规律明白了，大家再看脚的就容易了。下面呢，我换到这个背面给大家做一个啊。掌侧发力啊，好，然后再说这个两手啊，就是说呢啊，我们这两个手是这样的啊，就是合这儿中啊，它这个这个顺缠力缠的力你要打出来，就是打出这个用形意拳的话说，你得打出这个翻转的力，就是菱果转翻的力。有走到这儿中啊，缠这儿中啊，下的时候下的时候啊，要有这个下的力，这个手啊要力缠的上啊，上去的时候啊，挡的时候啊，力缠翻转的力要出去。这个手推出去的时候啊，小指力缠的力要出去，就它不是直推推的出去，不是直推推啊，带着呢，带着力缠的意思。这边啊要碰圆，要碰圆，反过来也是呢。所以说这两个手之间的这个连绵的劲呢，它不要断。如果我们以此为正角啊，就是说我们再重复一下，以此为正角，那么也就是前、后、左、右。我们玉里穿梭呢，打的是四鱼角，那么我们的最后一个角打在哪儿呢？最后一个角就打在我们的右后方。我大致的再做一下，大家都快点啊！我们第一个玉里穿梭打在这个方向，也就是我们的右前方。好，然后第二个呢，打在我们的左前方，接着第三个打在我们的左后方，那么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就再打到我们的这个右后方。好。当我们最后啊，就是当我们最后这个玉里穿梭右后方这个鱼角的玉里穿梭完成以后呢，后面就是几个重复的动作。好，来我给大家转。第一个呢，那是揽雀尾，这个揽雀尾啊，跟我们前面这个右野马分鬃变揽雀尾一样啊，就是说从一个用一个抱球式来接。大家看一下啊，当我们的这个最后一个鱼角的玉里穿梭完成以后，看两个手看啊。抱球式收腿，你看收成这样。这个还是跟前面说的那个，例如说野马分鬃啊，他走抱球，你不要抱成这样的，看就是不要抱成这样的。我们前面说过，抱着中啊，要抱这样。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就右野马分鬃走到这里，对不对？看啊，正常来说呢，我们如果走抱球式，走抱球式，看抱到这里，戳到这里，看。走到这边上这样抱，掌心上下相对。但是我们变这个揽雀尾的时候不能这么变，我们还从这个右野马分这中啊，这个时候呢啊，抹开看，走到这里的呢，然后分出去。那么我们最后一个玉里穿梭也是这样的，看我们最后一个玉里穿梭打到这个角呢，那我们给它打到这个角，最后也是这样的。换到这儿来，大家可以看清楚点，像这样的，就是这个手啊，不要抱下来，它收到这里的时候呢，然后从这里揽雀尾就出去了。好，大家再看一下啊，当我们最后一个鱼角的玉里穿梭完成以后，下面就是几个重复的动作。我首先把这个脚微微，把我们的这个在前的脚这个右脚啊，十转里扣，大家看啊，十转里扣，放松抹干看。好，这个时候揽雀尾就开始了，对不对？左横右横。